好了，你们好，这是你们的第二个作业的第二个 part。那现在呢，这个作业是一个听的 practice，所以 please listen to my description, what I'm saying, and afterwards you will be watching two videos with links provided on Canvas on your own and answer questions in Chinese. But listen first,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me. 那今天呢，吴老师今天晚上想要跟你们说一说中国特别有名的、特别有人气、很有人气的两个视频的网。第一个呢叫腾讯视频，第二个呢叫爱奇艺视频。他们两个，腾讯和爱奇艺，他们两个视频在中国都有很多很多被喜爱的节目。腾讯视频比爱奇艺更有人气、更有钱、更有名，可能我认为。那你我们来看一看腾讯视频，你看。这个呢是今天的热门，然后就是 hotline，然后因为中国现在有一个 political meeting，所以这里在这里，然后呢这里是很小的很短的视频，TikTok 有特别多的短的视频，那这里呢是电视剧，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些，现在第一是这个电视剧。第二是这个电视剧，那下面是电影，这里有电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节目，真人节目，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真人节目。好，这个是腾讯，它最有人气的一个才艺的真人节目。等一下，才艺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才艺叫做才艺真人节目，talent show，非常好。这个是才艺真人节目，它的名字是创造营，然后英文是创2021。好，这个是创2020和创2019，可能他们都被。很多很多的女孩子们喜爱，特别特别有人气这个节目。好，那第二个网站叫做爱奇艺，这是爱奇艺。看一下爱奇艺呢，它的电视剧现在最有名的电视剧是这一个电视剧《中国历史》。他的电影在这里，这是他最有名的电影是什么？然后呢，他也有真人节目，不一样的节目。爱奇艺在爱奇艺里，最有人气的节目是，也是才艺的节目，它的名字是《青春有你》（Youth with You），青春有你，然后他们也都有，中国很多人都特别，被中国很多被很多中国人喜爱的这个动漫，这边也有，看到没有？动漫。That's all for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art. I will ask you,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on Canvas. Please answer in Chinese.